立法院今年的教育委员会由教育委员莫代明主持，罗部长在会中指出，今年大专联考大体上维持以往的方式，其中只有一部分为了方便考生而做消息的改变。罗部长说，今年大学联考将在八月一号放榜，八月以后办理专科联考。罗部长并且表示，今后将考虑把大专联考的名称改成大学入学的学历测验。辅导会主任委员赵志玉在报告中说，最近辅导会的业务主要的是配合国军退服役政策，一方面加强专业训练，扩展生产事业，协助国家经济建设，一方面改进安养设施，扩大服务照顾。目前辅导会所有的各类型附属事业机构已经增加到99个。出席会议的委员今天也曾经实行执行，由赵志宇主任委员分别答复。